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啊！不要跑啊 ！My God， 你撞到我了啦！天哪，为什么你要用跑的、啊？走开，走开！你爆头！哇塞！哎呦，红色圈圈靠近我，应该是敌人吧？可是我只有小手枪，怎么办？来吧，对打，好对打。哎，他被僵尸咬了耶！那我赶快跑啦！天哪，僵尸会用跑的？听说枪声可以引来僵尸。喂，爆头！喂，哎呀，好可怕！哇，这个正妹。哎，按 Y 可以捡东西哎，看看有什么。没有发现东西。对，这个也没有发现东西。我有个球棒哎。哦，这个没有东西可以拿啦。哦，没有东西可以拿，很好。哇，快天黑了，糟糕。哎，这附近好像还有个敌人。这边这个红色应该是敌人吧？哎，没中，跑走了。没关系，你是球棒对，我有枪，还跑过来。啊，别闹了。啊，什么都没发现。哎呦，我正面走过来了。砰！哦吼！啊，获得四个资源。我听说这个资源可以做很多东西，我看看。目前我可以做啊，食物已经锁起来了，它必须要获得更多东西才可以做食物。然后它就它可以做水，就是我的人物右下角这边第一个是口渴，哎，等一下，有怪物靠近我了，太可怕了，不要叫了 ，Oh my god， 不介意我拿散弹枪吧？这个手枪感觉很弱哎、啊，算了，他在吃他的尸体。OK， 右下角那个第一个是口渴啊，然后第二个是体力，然后最下面那个是饥饿程度，所以当他到很饥饿程度的时候，就要赶快收集资源来做那个补给。那他也有空投，就是地图上面出现黄色区域有空投的地方要去拿。那当然他也有那个军队在驻守，想办法把军队干掉。那地图上面出现蓝色点点的，就是友军要去协助他们，然后并征召他们当我们的副手。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游戏还蛮特别的，就是他可以修车，就车子有冒烟的话，你可以把它修起来。天哪，哎呦，好可怕！哎呦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赶快走！哎，你要喂。哇塞，有跑车在路上。哦，哇塞，这一集的僵尸好可怕，会跑哎。哦，不要再叫了啦，好可怕哦。啊啊啊！哦，有三个队友，不要射，不要射，征召征召，靠近他，按圈圈可以征召他。OK， 这样我又获得了三个队友。我、哦、射不死哎，太强了。啊，干掉他了。旁边有红色车车，他应该是敌人了。My God， 好多僵尸啊！怎么你们的枪都比我好啊？我还拿手枪哎，啊，超难瞄的啦。My God， 爆头。是哟、哦，哇，你们的枪真的都比我好哎。十字键、右键可以换，可以改你跑走了，可以改他的衣服，然后他的外观，看看。不然我点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哇塞，你好专业哦。这个。
可以改他的衣服、头发啊，他没办法换头发。哦，短发跟长发，还是短发好了，短发好看。那可以换衣服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僵尸靠近我了。哎呀，走开啊！我被他打死了啦。好吧，看来今天只能到这边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这类的影片呢，请在下方留言给我哦。那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集再见 ，peace。